我们到了台北车站，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是我们第一次环岛的第一天。今天有很多第一次，第一次环岛，第一次坐高铁，第一次去南部。对啊， yeah. 好期待。我们前天在 Seven 的 iBond 已经买好了高铁 的车票。Seven 超方便的，美国的 Seven 买不了火车票。好久没有来台北车站，就是我们第一次在台湾坐高铁，所以很期待会是什么样的经验。我第一次吸高铁的空气。出发了！好奇会多快？你知道这个时速吗？应该蛮快的吧。很 smooth。真的超顺的，几乎没有倒。我的水壶很可爱，对不对？环保。可以 back far。Oh my gosh。可以躺下来。刚好你后面没有人。我们出来了。哇！今天的天气真的很棒。很快啊，真的很快。Wow, that's so beautiful. Oh. 哇塞，我们十几分钟就到了桃园。Adam 睡着了。Adam, 你现在有多兴奋？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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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at the right answer? 所以我们有朋友要借电瓶车，我们等一下看到的就是我们要开的。Here we go. 又要跟你们说，这个影片中没有业配，所以你们看到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反应都是真实的，都是。哇，好帅！里面有谁？是谁呀、啊、？Who is it? Yo, my God! Welcome to 高雄。This is OG 的 Michael. Hi guys. 那很帮一个。什么时候开始追踪？你们那时候还在中国的时候。好早哎、欸。才有大概一千个 subscribers， 差不多。然后我们回台湾的第二支影片 ，Adam 都就说我们要看那个 Tesla 的发表。我就说，Oh my God，We have so much in common 。所以 Michael 知道我们要环岛，他就发讯息说要借 Tesla， 让我们开。我们真的很感动 ，Like this is so nice of you。所以这是钥匙，我靠近他的时候。
不，没有要请坐不行，对吗？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素食。是，完全。素食你可以吗？我可以啊。OK。We're gonna send it to our Tesla。现在向右转走高铁路。好瘦素食的寿司，寿司，哇、wow, ，nice！ 哎、欸，我很少吃素食的寿司，我也第一次吃，我也是。那我们一起体验，好酷。那 Michael 这个车，这个豪车，为什么是最环保的？因为它是靠电池驱动 ，the efficiency of an electric car is around 80%。Whereas the efficiency of a gas car is about 20%. Adam, 你每次说你喜欢 Tesla， 很多人留言说啊，那个充电很麻烦。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很方便，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一下这个，是超级充电站的地图。向左转走富宁路。你看，环岛就没有问题的。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充电站，只是不是超级充电站。对，这不是业配咯，这只是因为我从年轻到现在很热爱的。刚好有观众，有朋友，是网友的感觉，就是终于见到网友。你第一次见面就送一台特斯拉。这是 Michael 找的素食寿司店。耶、好疗愈。这是我们第一次吃纳豆，然后他说要搅拌100下。Ready? Yep. Let's go. 忘记，我忘记。忘记可能要重来。Wow, it's so slimy. This is so cool. 对的，哎。然后得到你。What do you think? Mmm. It's different. First time I've ever had it.You see where you're stuck to the roof of my mouth. This is so pretty. Yeah. 这是豚肉，而且不是真正的豚肉。当然了。海豚太可爱了，我们不会吃。一二三。一口吃。哦、oh, ，用手吗？用手也可以。哦哦哦。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感受一下它是什么食材，你觉得是什么食材？我完全不知道。青椒。我觉得 Michael 说的应该是青椒，感觉是青椒。嘿，青椒。Oh my god！ 这是什么船？碗中带松的罗兰。大家猜得出来那是什么吗？茄子吗？我没有感受。茄子。茄子。味道超级棒。日本原始。甜点来了。Oh, that's so pretty.是我最喜欢的芋泥，然后上面的花也可以吃，超级好吃。我应该会为了那一家餐厅回高雄。他们就会一块一块上来，然后一块吃，真的是个经验。呀呀，好玩哦！全部都是素的，我觉得很厉害， yes, 真的很厉害。没有人在里面。Oh my gosh, that's so cool. That's amazing. 高科技，高雄真的很帅。换你开车，有一点紧张。我们在等 Tesla 充电完的时候，哦，还好吗？ Adam 在学这个 One Wheel， 哦、oh, ，Nice， 可以。Adam 戴安全帽，好可爱。学得好快，快，真的。Wow. He's turning。Good job。下个坡。Oh my gosh！ 不要靠近车子。所以这个是高雄的中钢大楼。然后那里是海，所以这里可以吹风，很舒服。That's so cool！ 第一次亲眼看到八五大楼。我们现在要去一个秘境，就是柴山秘境，看日落。其实这是我们环岛第一个景点，我们每一个城市都会去几个景点。现在来到。柴山秘境，大自然。哦，哇哦，真是个秘境。Oh my gosh, you like just go into a black hole. This is so cool. Oh my gosh. This is so cool. 如果没有本地人的帮忙，我们就没办法找到。真的，一定找不到。这个真的很像《龙猫》那部电影。哎，还是要哎。怎么会？没有路。Okay, so we gotta go down and make a right somewhere. 哎，真的没有路哎。
是要过这个吗 ？Michael did not sign up for this. I wasn't ready for this today. 所以不要走那条路，过这个 fence 才对了。好玩嘞，好玩！哇，超级酷的！哇！好好，好凉哦，可以吹一下风，真的很舒服。I'm on top of the world. 哇！Oh my gosh. 哎，我们刚刚跟 Michael 说拜拜，今天真的谢谢他，谢谢他的家庭愿意借我们他的车去做这个环保环岛。他们还有额外的车，他们还有其他的车。就是、哦，我两个星期就要走路了。没有，就是借我们其中一台，跟当地人一起出去玩，真的很丰富。所以我们刚来到汉平酒店高雄，他在盐城区。你看，是彩西侄女小尖尖很喜欢的 Puffs。Oh my god。对，所以他们已经帮我们准备一些水果啊，然后因为我们吃素，所以这些点心是素的，然后就是芋泥丸，然后有新鲜的果汁，超 nice。客厅、床、睡觉的地方 ，and the bathroom。Adam， 你要不要示范一下那个 ？Come here。哦，里面有人在泡澡，要湿润一点。好。哇、wow! ！我们去吃个晚餐吧。I'm coming. Oh my gosh, I'm coming. Oh my gosh, okay. 超级 bling bling 的。这都是装饰吗？我们今晚吃火锅，我们一起吃素食火锅，对，好期待。对，这个蒸汽，我挡住你的脸。我在做那个飞手，你到底蔬菜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哟 ？Thank you, my favorite. Thank you. 哇，那个是芒果冰淇淋西米露。哇，好像是，非常香。真的很香。好，我的是芋头西米露。他今天三次吃芋头。On my arm. Oh, my bad. Oh, you can't feel it laying down. Yes, we can. Oh, we can. Yes, we can. Oh, everyone will get shined out. Look where we are. See, we're being too shined. 那最后我们想要两个人去外面看夜景。但是我们不会带相机，只是我们两个。Just gotta enjoy, you know. 今天这是环保环岛的第一支影片，下一支应该会包括垦丁和台东。希望你们看得开心，然后很期待在环岛的时候可以认识更多你们。好，那我们就下礼拜见。爱你们喽！爱你们！拜拜！拜 ！It's my Anna！ 哈哈哈哈哈 ！Oh my god！ That's so good to see！ 我们那个司机要被闪到！Baby。It's you in real life.